桌球变棒球一样难不倒他。高举双臂欢呼，为自己的好表现喝彩。桌球一姐郑怡静担任富邦悍将开球嘉宾，越投越带劲。这一次场地变得非常的大，然后又非常的新，我觉得那种感受是非常特别的。然后，所以我刚刚上场投完了之后，就很想要再投两颗球。三年前也曾在洲际球场穿上91号当黄衫军，这回备战7月巴黎奥运，改选99号球衣，希望好表现长长久久。上一次的可能带着一些任务去参加比赛，感受会比较压力比较大。那这一次其实会更专注在于自己的表现，当然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再次站上颁奖台。我觉得做好自己就是最完全的准备，所以不会去预设任何的门槛，多赢一场是一场。回顾过去奥运女单成绩，郑怡静2016年止步8强，2020冬奥止步32强，但混双搭档林昀儒摘铜牌创纪录。今年郑怡静将第3度登上五环殿堂。重庆冠军赛之后还会接连2站欧洲的巡回赛，3站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入备战期。这3站，会以抢积分为主，所以这3站会显得格外重要。2月份率领女团拿下奥运门票，郑怡静女单世界排名第10，也确定取得参赛资格。后续赛事以抢积分为主，争取巴黎奥运更好的种子排名。镜新闻刘玉玲、陈新瑞、曾嘉轩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